哎，初二平安愉快。今天呢，我们有满满一桌的菜，太棒了。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，这里有鲳鱼，好、哦，这个鲳鱼，这个昌盛有余啦。那我们昌盛有余，年年有余。年有余。初二吃这个也是非常的，这个非常幸福的一个餐点啊、哦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小卷啊、哦，那我们。这个小卷呢，让我们不论在哪个地方呢，都可以让我们的心呢，好、哦、彼此来、卷在一起哦。啊，这个是牛排啊，现煎的牛排啊，看起来超好吃的澳洲的牛肉哈、哦。啊，看，让我们哈、哦、这个丰盛有余哦。那这个是我们的客家小炒哈、哦，那个加上这个这个芥蓝菜，那里面有这个有鱿鱼啊，有豆干啊，还有这个瘦肉啊，这样子组成的一道菜，非常的可口，还有微微的辣。好，那就祝大家呢啊，新的一年呢，新年快乐，初二平安愉快，耶、yeah。